就自动啊。现在是空机自控时间测试，已经飞了9分34秒，电力还有15伏。现在是 AH 跟 PH。没有，我在做记录啊。现在还有15伏啊。已经10分钟了，还有15伏。不可能，我上去 pH 千没有用吧？不会啊，应该是不会啊。还是有可能我油门没有拉正，这个我就不知道。它有一个容，它有一个容许值啊。哦，你偏多少还好？对，你就偏一点点，它还是会在那个地方啊。嗯，没有说一定要这样子。其实应该是说你的油门在那里，它切过它就定在那个油门的位置了。没有啦，你有切 AH 的话，你在油门中间一定是后柱啊。那 PH 也一样吗？PH 是 GPS， 是导航的功能啊。那个跟你 AH 是无关的啊，不一样的。11分19秒。我可以关掉啊。这样可以。这个是电力的吗？对。这样飞可以飞多久？几分钟吧。已经12分了。那这个可以单念这样。飞九不送。单纯这样子。14:08了。12分。